宅母，然后以下来列诸孙跟胡雄借宅子，各种友好，到最后每个弟弟借神将啊，哦，这是真正有够福报的呀，人间的幸福。啊，不过呢，咱是修道的人，那咱套，我们可以视透人世间的这个过往，那咱了解了，借天人的福报，只不过是过往云烟。就亲像呢，下山啊，台南有落一阵雨，无足大，所以呢，日头当出来了呢，即个雨水就拢哦，足紧就消失去啦。那拄仔前较讲的，当大人想较老嘛，想较地暖这物件，一刹那就不见了，伊是无常的物件。另外外公，另外外公吼，伊活到一百空一回，到等会收，有吼。赞赞赞！而且呢，伊要过往时阵呢，伊是困眠当中起来成就的，哦，真正有够赞。其后呢，其后就想讲家己呢，唔知活到几岁，这一百碰一回对其后来讲做遥远，哦，做遥远。啊，不过呢，咱听着其后话讲一百碰一回，感觉做长岁寿。啊，不过伊天地当中这岁寿。只不过是一刹那当中的一刹那，非常非常的短短，哦，非常短短啊！所以咱自以为的，咱眼前所看到的这物件，咱拥有的这物件，比天地之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你生活的这感慨当中，这根本都不是重点，当中不是重点哦。因为呢，凡般带不起，因为有业随心。所以咱带起的这物件呢，咱非常去了解，透过了学习，咱非常去了解。若算讲无透过学习，咱嘛知影，一个人会用起一串，伊带来造什么物件吗？啥物都拢带袂起，吼，啥物都拢带袂起。咱是安怎要为着这短暂的这过程当中呢，使予咱这身躯呢，伊来做还要这做。哦，所以呢，你这个应答相处呢，哦，这叫做应答讲。应答相处呢，你这个正道哥来呢，曾经嘛讲过什么话啊？伊讲讲，自上布施行善后，犹如影成下天宫，舍利尽自还对，烧掉来生不如意。这段话呢，讲了非常这个白话，讲了非常这个清楚。自上布施呢，行善好。那么自这上面来布施，咱来做布施的工作，咱就想讲吼，安尼我后摆要得到这个福报。自这上嘛，第二同款，咱会得到这个天福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呢，伊就亲像咱城市的钱同款，这个布衣，伊的钱够做咱。布衣的啥太阳的呢？伊的咱一定是非常这大。啊，故伊城市的借钱呢，到了伊这个无力的这时阵，借钱敢会落来？同款会落来啊，因为设立基金啊，你先从咱的这个养老这福报，人用了就无去啊，哦，就无去啊。设立基金还对少掉来心不如意，所以呢，你不得这个感慨来看呢。世间的借钱哦，只不过是短暂的这拥有，是一个无常的。所以呢，咱若要得到这永恒、这真相呢，咱就爱来追求着出世的这个福报。所以呢，有老的这功德呢，就亲像这鞋啊，去化一个空。咱若要去行水的时阵，是要提一个鞋空，还是要提一个顶篮去行水？鞋空啊吼，提顶篮就无采干的，讲到了了。所以有老呢，吼，有老的这功德就亲像这有破空的这个地鞋啊。你水搁哪倒搁较济，倒搁较久，这水就拢会叫流了了，哦，流了了。啊，我唔是叫咱唔通去做了这个好代志，哦，即个做了这个好代志呢，是对了这个社会有意义的。啊，我呢，咱追求是古老这个功德，哦，古老的就形容讲，伊是一个完整的地皮啊，咱倒落去，伊就捡流去，哦，伊就捡流去。所以呢，咱即摆。要来了解到，什么是无老的这个福报，也就是出世这个福报，也就是呢，咱会当来剔除掉咱人世间的这个烦恼。
叫做无老之福。所以呢，咱书凡讲福者福德也，若要求到这个福者，必须爱规矩着咱的这个善行。伊行讲，有福的人出口就是谦卑合礼。然后所做的，所做的代志呢，嘛是用慈悲喜舍。所行的代志就是咧利众生嘛，吼利益众生。所以呢，莲花感受着，咱真正的福呢，书凡讲讲啊足清楚。真正福就是福德呀，啊，要求到这个福德呢，变哪做呢？那做那咧累积着咱的这个身来行功来了愿。那有福的人出口就是因利得着，然后非常这个谦卑，非常这个谦卑，就是咧做利益众生、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。那我发现，咱做这个看到做个真贵者，还是社会的人，那拢遮尔啊戆啊！因为呢，是咧戆啥？因为呢，因拢是食家己的饭咧，烦恼别人的这个代志。像咱以前学校咧，曾经我听过有一个讲师讲吼，咱着中个啥个服务人员吼，拢领两份薪水啊。一份薪水吼，就是会知影穿工作衫吼，去做工过。啊，当然辛苦洗洗吼，着搁换另外一身，另外一身迄个白衫，搁迄个种。迄个深色的吼，按隔壁邻居拢嘛讲，奇怪，你下是阁有去剪彩呢？是迄、那个，是迄、那个想要赚较济呢？讲着我吼下阁另外一份工课是做上天的工课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有两份薪水啊，一份吼叫做上天的薪水，一份叫做神天的薪水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这拢是看起来做成做工的人，啊，不过呢，因透过了牺牲吼。这是一个大智若愚的这个标痕，哦，大智若愚标痕，嘛是一个做比起上一个标痕啊。所以神父讲了讲，这身积积福，来世来世定，如来不说福德高，为修无为福德性，积福性必可说。这呢，经文段话呢，也是讲，咱若做做个善事，积了不济福报，咱后一世可能会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咱可能会有福临门。啊，毋过呢，神父无咧甲你讲这個，吼、哦，如来不说福德多，无咧讲这個，那是有老之福啊。吼、哦，唯有修着咱无为的这個福德性，提升咱家己的这個德行，吼、哦，这呢到最后，到最后的咱要成就的这个福呢，吼、哦，那是妙不可言。那是无量无边的这福报啊！那是咱无法度去想象的啊！哦，所以呢，圣人呢，若要来透过了修了这无为这德行啊，当然爱有足侪功夫啊！哦，那而且呢，其他的来教咱各位做一个先小小的一个引言，就是讲，那有了会当有这带领无为这能量呢，那当剃除掉咱的这个烦恼，哦，剃除掉咱这个烦恼，而且呢。来离开了咱这个流动生死的这个可能，才能得到咱永恒的这个快乐啊！所以呢，咱的这个佛道呢，吼、哦，伊是圆满着无上的这个福，来显化着这个菩萨道，显化着这个菩萨道，所以伊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那伫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只有着这无同款的这个法门呢。来剃除着咱内心当中的这无明的这烦恼。简单来讲呢，这无老方呢，也就是讲，伊是由着利益众生而来修的三思定行，会当修了这财思、法思、无畏思，吼、哦，经由了无同款的这法门来成就别人，同时间嘛来成就咱家己。哦，这是一本万利的一个工课啊。所以呢，咱的心量也愈大呢，咱的福报就愈大。有了修了，咱一初咧学习的时阵，咱无法度亲像圣人身份，哦，来做了无主上布施，哦，足困难。啊，毋过呢，咱会当由做了这有老之后，来进入了进阶，成为这个无老之后，哦，这就是学中做，做中学啊，毋是咱一开始就当亲像身份同款，都无要紧。但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。
哦，这就是佛的这个部分啊。那第三点呢，接下来教咱来参考这个慧的这个部分。那慧呢，书上人讲，慧者智慧啊。但想要得到这智慧的人，必须爱结果来客气。有慧的人呢，出口就是仁义得着。所做呢，就是规矩典范；所行呢，就是来普度众生。那这个慧呢，也是咱头先讲，这就是智慧啊。想要得到这智慧，必须爱结果，结果来客气，哦，来客气。那我发现哦，这结果啊，结果是要结啥呢？结果就是要结咱本来无的物件。那本来，咱本来无的物件呢，咱当想象一个足光明的物件。顶管有污名，顶管有烦恼，迄拢是咱本来拢无的。所以呢，咱必须要剔除掉这物件，贪心、痴慢疑、等等。所以呢，咱有发现，咱若囡仔坐在遮，咱若做专心，吼、哦、心无贪污，咱的心内无咧想讲咱厝内面的人有啥物，有啥物代志，咱会变烦恼。咱的有啥物物件吼？咱暂时有啥物物件要来处理，咱心无旁骛时阵，咱会发现咱交江苏讲物件会当有一个契机的时阵，所以咱常常有听到，或者真人正讲，今仔听了感觉法喜充满，迄就是因为咱交咱真正是借心力有来契机，啊是咱看经典的时阵，看甲法喜充满，因为当下迄时阵，咱是非常借专注。咱的内心当中无杂七的时阵，咱主人女人，咱会做容易交这地位来客气。迄个时阵，就是地位的这个灯灯，哦，地位的这个灯灯啊。咱好发现吼，咱常常来听道理，每一个月也是每一礼拜来听道理，听了做侪道理，讲出讲的物件，我嘛拢听有呢。啊，我想到我交心灵神父做出来行为，奈拢。有一点点雷同，阿姑呢，距离可能他还差很远哦，距离差很远。因为呢，那年纪的慧呢没有来展现，那年不呢戒掉多少彻没有彻底啊，哦，没有彻底。其实呢，那那回来了解点那年地位，到足够的时阵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那呢卖掉白狼病，哦，那嘛跟东外卖阿姨人做干。很好啊，咱千万唔通交别人比，咱千万一定爱交姓名神父比。哦，咱可以发现，原来咱需要进步的空间搁正尔济，哦，正尔济啊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吼、哦，伊出口就是因伊得着。想做咱道中的这个每一个单位，要叫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这神父属何人的呀？迄个时时咧甲人讲，有智慧的人做出来的行为就是仁义道德，没有再说那个五四三的。因为呢，讲出来物件就是要互人会当开启着人的智慧，讲出来物件来使人会当有产生希望。所做代志就是一个规矩，一个典范。哦，所行的代志就是咧普度众生的这个工作啊。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伊会当用家己的力量。去教化众生，会当吸透个无常，袂去有这环境来左右去啊。所以人讲呢，善心爱伫心中静，吼、哦，啊，佛道，吼、哦，爱伫这世间里来行。也就是讲呢，这智慧的这心呢，唔是甲咱关伫个一个世间房间内面，当咱的手机啊提好掉，当咱的电视甲刷好开，咱的心就当静落来。哦，那若要困进前啊，哦，那若要困进前，咱好发现，哦，有可能咱边啊各有枕边人，哦，边啊有可能有先生有太太，啊，不过咱发现到最后，咱嘛是自己一个人啊，哦，那是自己一个人，那自己一个人的时阵啊，要困进前刚醒了落来，哦，刚醒了落来，伊哩啊困啊晃晃的，啊，不过咱的心可能伫遮。哦、很多做侪做侪无同款的这些属性，所以呢，小心你安定当中你在来请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。那没
然咱交以前的修行人无同款，以前修行人是深山古道，伊伫寺院内面非常的清净，在修行，所以他们没有很多的统装。啊，古咱即卖呢，铁汉呢是人的查囝，是人的妈妈，是人的员工，是人的同事，是人的顶顶顶有够侪无同款的即个身份哦。所以呢，每一工目睭是拍开，都非常侪的即个状况去在不断的碰撞，不断的产生火花。这是不是就是董帝辉客船上盖好练习的时阵？所以上心就是伫这個安静当中来试咱的回头是不是会当静下落来？那佛陀就是伫世间来修行的啊，唔是咱大会议咯，咱的目睭一开外，安尼我成佛啊，到是安尼？绝对唔是安尼，绝对佛陀绝对是伫世间来修行的。是因为咱的行为、咱的道、咱的道德、咱的慈悲心、下咱的心性奉献、咱的智慧超越，你来成就佛道的。所以呢，修行呢，就是咧做佛事，唔是因为修道要你来做佛，唔是安尼，大道病，哦，大道病。真呢，哦，也发感受到，咱今晚呢，需要有足侪足侪的这智慧啦。那古早人讲过一句话，伊讲人达有为之事上明智，人达无为之事必明慧。这句话呢，也是讲咱会当将代事处理到做圆满，待人处事顶顶，吼、哦，咱有这智慧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咱会当去了解到做个代志，咱有做侪做侪这智慧。按古呢，咱爱了，咱爱去圆满到这无为之事。叫做需要智慧，哦，这就是咱完全无同款的一个改善。那顶两个月呢，其他呢符合了解德德经，那德德德经内面呢，这三十三章伊有甲咱讲过一句的非常的这个简单，咱看就看有啊。低龄食米，主低食米，哎，这背龄呢？啊，好简单，每一个字都是这么的很容易了解。啊，不然呢，那看起来，那得当了解第一名讲义，那么洞悉人心，那么了解这个人，要使用这个人，足简单，哦，足简单。啊，不然呢，主低讲，有又套过着，咱家己够了解咱家己，咱可能自认自己了解，啊不然呢，啊不其实。咱的智慧若无到的时阵，咱是没有了解咱家己的。吼、哦，其实咱拢了解着咱的这个脾气毛病，是安怎咱无来念着？这是因为咱无主地食命啊。咱若主地的话，主人就会命啊，就会放光明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第一人食命，他是讲一个人，他领了千军万马，他有三万大军。伊足了解着这个人要安怎使用，伊足知影这个人要安怎运用。啊，毋过伊煞无容易了解着家己，也是枉然，哦，也是枉然。所以呢，足侪人无清楚家己这心情要安怎来掌握。当初讲的物件，逐句拢听有呢。啊，毋过想到我落去这个楼梯了吼，这物件奈拢伫我的生活当中奈拢做袂出来。无法度落实，哦，所以呢，咱若当把握着、接受着真理的这个机会啊，哦，咱的内心当中一丝丝的光明，就有很有机会可以展现。像以后呢，每一届咧接受着真理，就亲像在座各位真正是伫个下骹时阵做听上的时阵，拢会有一种感觉，拢有一种感觉讲，咱每一世伊若遐个无明。会因为接受着真理的时阵，去慢慢啊一点一点慢慢去掀开。你那个时候光明展现的时候，真的法喜充满，印证了自己内心的那个智慧的时候，刚刚非常的法喜充满，非常的欢喜。所以呢，咱有这个机会的时阵，养起这个当初，养起今仔这个当初，我无开启着，开启着咱大家。啊，不，只要有提一。那让热情在生活当中，
个智慧，哦，智慧。所以呢，地位呢，吼，就是每，就是恁，咱每一个人即个公平，嘛是咱每一个人本来就富足即个福星。有地位的人，会当做清楚了解着世间的即个无常，会当清楚了解着事上即个真相。地位的真相，咱的目睭同款啊，像遐话目睭有散光啊，吼，散光是啥？散光就是那个太阳啊，回家时阵吼，迄种贵的是有做一片。有啥啥的病，所以一定爱挂目镜。所以智慧就是像咱的目睭同款的，咱的目睭若愈光明，哦，咱行这目标就会愈正确啊。哦，啊无呢，咱就往多行，会做容易行着路啊。那智慧呢，就是会当予咱明辨是非，而且一个物件。讲着真诶，遐汉诶大汉囝，伊会知影，交遐汉诶去另外一个所在讲课，啊会补。遐汉就甲遐汉囝讲，伊啊，你今下晡到要交遐，交妈妈做下来，我讲歹，你去就好啊。所以到尾呢，遐汉就甲傅真玲讲，傅真玲讲，哦，啊伊要趁一条呢，我趁两条，对，要趁一条呢。啊，所以呢，即遐汉诶大汉囝呢，因为伊即摆国小二年级。啊，国小二年级吼，遐下是还袂准备要互伊零用钱啊。原因是因为呐，原因是因为伊无法明辨是非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来朋友会时阵，遐下拢互伊十块，然后遐下朋友讲，互你个客气个，用互伊十块尔，讲十块就有够啊，十块互伊迄个尝到滋味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呢，遐下大汉囝啊，甲遐下问讲，妈妈，安尼你啥物时阵要互我零用钱啊？那遐下就甲讲啊。当然你会当明辨是非时阵，我就会互你零用钱啊。哦，这听起来有一点仔抽象啊吼。那伊问遐下讲，啊，什么时阵是明辨是非时阵？就是你会当知影什么代志该做，什么代志不该做的时阵。哦，迄阵叫做你明辨是非啊。啊，迄时阵是什么时阵？迄时阵到的时阵，我就会甲你讲，我会观察安尼啊吼。啊，所以哦，咱主。自细汉到即马，毋是就是咧学即个明辨是非吗？吼、哦，就亲像咱个智慧会当互咱明辨是非共款啊。自细汉到大汉，就是咧学即项物件啊。所以有智慧呢，真正非常个即个好啊，是好伫个地，好伫个咱会当去除着咱个即个烦恼，变咱去除烦恼。哎，讲起来足抽象。即有智慧呢，会当互咱识透着即个无常，识透着咱人世间的即个过程，只不过是一个缘起缘灭的一个过程，输来即定输去，即不存意义。所以，咱个拢知影，这是因缘聚合即个过程，先弄来起烦恼，就不容易起烦恼，哦，不容易。啊，故咱识透这物件，需要透过智慧，需要透过法性。不是三言两语叫咱放下，咱就敢放下。毋是讲，咱若拄着代志，咱真能只把咱做，比讲你遐放下，对，面啊是嘴，咱讲放下。啊，无咱的心若无敲握起来时阵，咱要放下是谈何容易？没有那么容易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啊，如果咱的遮的秉性，咱的脾气毛病。无遮个智慧个话，要安怎会当办得掉？吼，要安怎办得掉？随着年纪的增长，需要做侪做侪些智慧，因为呢，咱会拄着愈来愈侪功课。啥物功课？然后呢，伫公司内面，然后公司吼90%都是女生啦吼。啊，女生吼，中昼食饭个时阵，拢会安怎？拢会伫啊美翁，啊无就美囝，啊无就美公婆。90%都是这种负面的能量，都是在美这个地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严凤姐她比较要好的一个同事啊，伊就讲，伊话讲吼，我自从结婚了，我感觉我做歹命，因为呢，我的先生也袂体贴，我囝呢，佫有一点仔雅斯伯格的，是一种迄个情绪上的问题，而且呢，因为一天拢有校官叫来走，所以生活感觉足艰苦。那以后就甲讲吼，啊，我已经结婚啊，啊，囝嘛生啊，啊，所以吼，你爱面对你家己的功课，这个就是你人生的功课。啊，我以后咧，以后咧，甲讲的时阵，以后就讲，你爱用你的智慧去圆满它。啊，以后
这句话够足轻松，足轻松啊！啊，你着该用智慧甲温暖来好啊！讲啊，足简单嘞，云淡风轻就这样子过去了呢。啊，毋过呢，爱成熟的人是伊啊，毋是伊个拍人。所以每一个人功课拢无同款啊吼，每一个人功课拢无同款，咱拢知影，伊爱温暖，伊个功课需要智慧。哦，需要智慧，毋是叫我甲讲，你毋通想遮济，伊就会当毋通想遮济。当然，咱咧谈，咱的朋友咧讲的时阵，讲你爱放下。哦，啊，毋过呢，伊会甲你讲一句讲，你毋是我，你毋知影我疼你个地。对，咱绝对毋知影别人疼你个地，所以咱需要互伊智慧。因为伊家己较会当了，伊较会弯弯着伊个功课，没有人可以帮他，没有人可以圆满他，只有他自己。嘿，因为迄是伊家己个因因缘缘吼吼。所以智慧呢，真正非常之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买超级人，有力就好啊。哦，心灵真有力，然后自信真强。然后人啊，手把遐有无？迄有力我。就赢啊，吼，就赢啊！啊，不然若要胜过咱家己的这个秉性，咱家己的这个贪心痴，是不是要有很坚强的心智？是不是要有很坚定的智慧？啊，不然是很容易被打败的啦，吼，很容易被打败的。所以呢，书讲讲过，修心会当用心，用心会当增加智慧。所以呢，修着慧命呢，也是咧修咱这个慧命，就是咧修心。那慧呢，就是人性的这个光辉。人啊，愈清净，慧光就愈强。真心行道了，嘛会当增加智慧。修道修心够足困难，咱这条心够足困难修。咱若无了解，会足歹修；咱若无智慧，会足歹修。因为咱无法度掌握伊啊，吼、哦，咱无法度掌握伊，所以呢，这个慧呢，也是讲咱用修心来当用心，用心来当增加智慧。咱不要小看咱坐伫遮一点一滴，咱今仔是端午假期连假最后一天，最黄金的一个下午。咱载着各位真人这样愿意半时间来到遮，来增加家己的这慧命。非常这无简单，我天好会当伫咧厝内面看电视、玩手机啊。我天好会当交朋友出去游山玩水，我嘛天好招朋友来阮家伫遐泡茶开讲。啊，我们不要小看咱今仔坐伫咧遮的增加的那一点一滴，来增加智慧的这慧定，千万不要小看。因为呢，咱若无这过程当中呢，就无法度亲像过去圣灵神父的一点一滴到最后，坚持到最后，你来成就。哦，同款就是这过程嘛。那咱想象着，咱的这时间若交互电视，咱会得着什么物件？咱的这时间若来到房子当中，咱会得着什么物件？在座各位真正看起来拢是收了。真圆满的这真人者，相信呢，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啊。那咱想象，咱今仔的自己，交三当前、五当前的自己，够改变？够改变？有嘛？对无？而且呢，咱迄阵几点开始的？两点半开始的，即卖已经几分啊？三点十五分啊！时间过了非常的这紧。我们如果没有累积，时间就过了。哦，熊那是非常界丰肥啊，非常界丰肥。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哦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那以后呢，比较呢，公姐中场休息一下，轻松一下。真的应该呢，又有一种那得必当回见家里面，就是蛮风趣的一个人 啊。然后就跟我们在那边聊天，伊就讲吼，有一个老师啊，出一个题目啊。他出题什么题目？伊讲吼，这有四个选项，这四项吼，对一项会当增加着引导的这领导手。第一点，弟弟去考试；第二，姐姐去大病院；妈妈有迄个有心，阿
都有量哦。哦，答案出来了。B T T 科技10%呀。这个在这个段伊10%。妈妈有薪30%，嗯，30%尔，那叫奇怪。爸爸去出差50%，哦，是安怎？B T T 科技吼、哦。BDD 科技吃吃吼，科料好好会去掉啦。坐这去看伊吼，毋是钢琴，啊无就是迄、那個，毋是，啊无就是迄、那個，迄种爱拖足久的迄种不育之症对啦。妈妈有心呢，有可能呢叫老天去，啊无就是走一路堕胎。啊爸爸去出差，先转来增加借厝的人口数。哎呀，哎。啊，你可能拢叫袂出来，拢你都无咧看电视。爸爸去出差吼，会带小三回来，所以吼，带小三回来时阵，佫会加一个迄个人口数回来的对嘛。所以呢，伊这趣谈就是讲吼，做者囡仔呢，伫因调查起来，这囡仔伊就是常常咧看电视，啊，接受着这种物件，啊，所以呢，其他感受着呢，咱今仔坐伫个学堂当中，佮坐伫个电视卡的当中呢，接受的物件完全无同款。哦，接受物件完全无同款。这呢也是咱咱交咱过程才来报告这个会啦吼，这个会。那当然呢，再来呢，咱必须得爱学了如何让资料好会相收啊。那好会相收呢，其实就是好会圆满。哦，那咱到最后这个境界叫做好会圆满。那昨天有甲咱讲过，为求智慧，不求依慧。就是要做分的意啊，我无要求其他物件。分呢，伊是两足尊，量呢就是福甲慧，那将呢就是满足，福慧圆满，福甲慧呢是一个是表象，一个是内在，内外呢是外道来分开的，伊的本体呢是同款，哦，本体是同款的。这富贵呢，就亲像一只鸟的翅膀，吼、哦，一只鸟的翅膀。那呢，嘛亲像咱人的脚同款。那这鸟嘛失去了一个翅膀，敢好飞？敢飞远？敢飞久？有可能飞也飞不起来。咱人呢，若减一只脚，非常的无方便，吼、哦，非常无方便啊。所以呢，也是咱爱富贵享受，修行呢，若无福报，非常的歹。很难起步，根本无法度起步。咱今仔来到家，冷气凉凉啊，吹椅仔呢，舒适啊，坐。这个空间呢，佫非常即个宽敞。在当需要福报，哎呀，今仔即个功德当需要福报，哎呀，今仔即个话当需要福报，拢总爱，哦，拢总爱。所以呢，修行若无福报。很难起步，那亲像咱即马都坐着有非常即个方便，到时开放的时阵，刚需要坐飞机，需要啊，啊无要过海计用想的嘛，我都用想的爱坐飞机啊，因为即马是咧抢时间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咱的迄个弥勒祖师祈愿了，鸿福齐天，吼、哦，祈愿了即个福报就是非常的即个大。咱所有要行的这条路，拢需要有足大的一个福报，才会当互咱相辅相成。当然，咱无智慧，足容易会失迷，迷失了这方向啊，行唔着方向。所以呢，福就是请的引领，那慧呢，就是请的这含道路。有引领，硬想硬拼命想，结果走唔着路的话，加了油的，引领就歹去。哦，安尼就无采工，所以呢，若有引领，佮会当有正确即个方向，咱就容易会到达着咱的目的地，哦，到达咱的目的地啊。所以呢，若修福不修慧，就亲像呢，即、這个大象呢，害了足侪金银财宝，这是一个故事，后下等来讲。那修慧不修福呢，就亲像老汉，你又摕了一个空盘，内面空空。那这故事呢，也许呢，足侪人捌听过。啊，我以后呢，再多讲，咱来温习一下。以前呢，有两个兄弟，那哥哥呢，伊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人。哦，伊呢，
伊时常咧饲料即个概率吼，饲料即个收料即个放收料都侪好怪，然后非常即个亲近，而且呢伊都唔敢去破解。那即个弟弟呢，伊是一个，啊，我呢伊哦，即个哥哥养活咧布施，养活咧布施。啊，不然这弟弟呢，伊是吼交了交友广阔，非常即个侪即个朋友，而且伊足敢去布施。啊，不然伊常常咧破解。而且呢，伊无来追求着学习着这佛法，哦，所以呢，这哥哥呢，哦，一出家了呢，伊就是修行了，一心修了一个罗汉果。啊，我呢，伊有一个状况，伊常常食袂饱，穿袂少，甚至呢，生活拢出了这问题。啊，这弟弟呢，伊出世了呢，哦，出世了呢，伊做了这一只象。那这只象呢，伊会在普上阶段帮助了伊迄个国家的结构呢，哦，震惊伊拢拍赢呢，所以呢，结构就介意这只象的啊，改当作是国宝安尼咧甲保着对啦。而且呢，伊的身躯顶端挂了非常侪金银财宝，意思咧讲去锁这只象就对啦。而且呢，佮请了一个专门的人来照顾，哦，带出舒适安尼。后一天呢，这修行人就是这罗汉的，然后罗汉他就是这罗汉啊。伊到了这象哦，这大象这国家，啊，伊看到伊看迄只象，伊就知影讲，迄是过去实是伊的弟弟啊。哦，伊就过去，伊就行过伊的象的边，就甲象讲一句话，啊，讲了了，伊就走啊。啊，走了呢，这只象安怎呢？总唔食饭呢，闷闷不乐，非常的郁卒安尼呢。啊，这只象的迄个国的人就紧张，伊报告这个国王，讲啊，你惨啊，你甲我这只爱象甲我顾家呢，你是不是对伊做了什么代志？讲无啦，迄个是有一天有一个修行人来甲伊讲了几句话，甲咬耳朵，啊，伊就听咧啊，都顾了伊一阵，迄个人来啊，啊无啦，你是甲我迄只象。讲了什么话啊？哦，伊就甲讲，我甲伊讲，你不如我，我不如你，咱两个人拢有罪。哦，伊人甲讲这句话尔。啊，这只象听伊讲了这句话了时阵，啊，就想着伊过去世界因缘啊。哦，伊甲发现着修好不修慧啊，伊就亲像一只大象啊，排了金银财宝啊。嘛，我都脱离着伊这象这身躯啊。啊，我呢，同款收费不收货，真像一个老汉，伊的肝永远是空的，伊无福报，伊无阿多来讲道友的，因为连伊的生活都有困难啊，吼、哦，生活都有困难，所以呢，后回想就看到亲像一只鸟啊，会时当同款一顿，吼、哦，足容易会当来进入咱的这个菩提。所以金刚经有甲咱讲过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无智慧呢，就无真正的福报；无福报，就无法度生善业慧。所以呢，福慧呢，就是修行的这地基啊，吼，修行这地基。其实呢，这句话呢，甲咱讲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，这是一种修慧的这过程。所以，伊这个过程的当中呢，也是讲应无所住，所为这因呢，只不过是来应而已啊。这是一个智慧这等等啊，行于布施，就是咧来咱福报的一个等等，福报的一个法门。哦，所以布施呢，也是众生之门，伊是六道的之首，六道的第一下就是这布施，一切功德就是由了布施而来。哦，有了破戒的，所以呢，佛理这大法界经有讲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大家会当好好去思量。伊讲这句话叫菩萨摩诃萨，若要得到无上的这菩提，一切行中应该爱先做布施。不管是菩萨还是摩诃萨，伊要证得无上的这菩提，就是由了布施而来。哦，有了破心而来啊！所以呢，别看讲求着圣灵神父非常这慈悲，但是很了解足简单的法门。
非常简单的法门，咱大人拢做会到的。哦，这个布施，哦，这个布施就是咱每一个人拢做会到的。所以呢，以后要教咱来做一个长歌，叫做三思明明，就是修吼利人利己。这个三思呢，也是咱每一个人上界了解的啊，上界清楚的，恰恰在听的啊，在思发思不畏思啊。哦，所以呢。书讲讲啊，富贵命如，那为了这道德而来，就亲像那中的花，当年非常的绵延不断，生了非常的好。富贵命里呐，有了这款式而来，亲像花间当中的这花，无根，到最后一定会叫断去。就海妈妈吼，会当堪称是一个花奴，那么叫做花奴，花奴啦，花奴吼，就是讲吼。做花的这个奴才啊，因为做爱种一寡花无的对啦，种个啥物沙漠玫瑰啦、夜来香啊，种哦，阮今年阁有种迄落山啊，等等足侪足侪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前下妈妈拢有家己讲吼，你讲无你看我后壁迄个后花园吼，种个花偌香呢，你无叫我欣赏一下。吼，啊，所以有一间呢，我着母亲节时阵吼，我着拢会送妈妈、送妈妈迄落一束花嘛。啊，放伫个花间顶悬啊，啊，放来足水啊。啊，就遐妈妈讲，啊，恁唔好无采钱啊，迄花吼过无几工就拢冷去啊。然后我是想我种的后壁我的后花园遐吼，我的沙漠玫瑰拢开有够久的，我的夜来香嘛拢泡有够久的啊。哦，所以咱会当知影讲，一丛花伊若有根的话，哦，会当绵延不断。啊，故呢，咱的这个富贵名利呢，啊，有了这个款式的心中。伊遐送的送的迄束花无紧啊，到了时间到了，伊就冷去啊，哦，伊就冷去啊。所以呢，是安怎行持布施呢？伊其实呢，行持布施呢，也是讲布施就是解脱咱烦恼的第一步。伊其实呢，咱要了解施比受有福呢，哦，施比受有福。所以呢，难平道济，难平道济，但咱慈悲讲。三思平衡，哦，三思平衡。其布施的好处就是化烦乐为菩提。你布施是安怎当化着我的，咱家己烦恼变成菩提？因为咱伫布施的过程当中，咱慈悲心流露，迄个是一种自性的这体用。那这体用的这個过程当中呢，哦，咱会当断除着咱的贪嗔痴，咱产生着咱的这智慧。那你这破戒当中，哪个有咱的这初心，哪个有咱的业摄心，咱无法度来提升咱家己，那嘛无法度来生发着这智慧啊。所以呢，那你做，那你做的这过程当中，咱会讲是要先爱有智慧，还是先爱有智慧较去做，还是要爱先去做，才能产生智慧？其实迄拢是一并行啊，迄拢是做会做相辅相成。那你走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调整自己，各来提升，不断调整自己，不断的提升，然后再做，这种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人讲布施的好处就当化烦恼为菩提。那第一点呢，就是在施施在心施心，当然啊，咱的心若无施想要出来的话，就算讲要摕咱当地啊当中的一担银，咱就足艰苦。有迄叫做挖的，咱的心若要思想出来话，咱的一角一脚一印，咱就摕袂出来哦，一脚一印拢摕袂出来。咱今仔呢开了这班会，就是有了做真正做了做一个财师，咱的这单数布施了这空间，咱这服务人员布施了伊的这个体力。然后你来成就这个班会，看我都会当圆满。所以呢，这需要做侪做侪一些精进的人员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咱来当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就是咱会当想到众生的这个需要。在时不是呾咱看到这个看到这金钱利益，咱会当布施着咱的时间、咱的空间、咱的体力。哦，咱的。今仔咱的这个果，这嘛是拢在世啊，吼、哦！今仔人讲时间就是金钱，
今仔载着各位真正半咱的时间来到遮，这嘛是灾死啊！哦，这嘛是灾死啊！时间就是金钱，破死呢是咱灾死呢是咱每一个人上盖简单做的这个工课，一分一毛，时间、精神、空间，这拢是咱做会到的。所以，你看干嘛？咱信念神会怎样做主宾呢？甲咱开始这个法门。非常这简单，所以咱有机会会当来受咱的这个福啊，受咱的这个福啊。而且呢，布施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会当成就咱是做歹解的这个毛病，叫做啥？叫做贪。咱的贪来当施行出来，咱靠法度会当来成就。哦，所以因为伫这布施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是安怎？咱的真善者拢会鼓励咱来布施。这布施的物件是放伫这真正的角地啊嘛，无人敢去。人家说佛家一文钱大如须弥山。这布施的这鼓励这过程当中，是要予咱了解着，咱布施就是要来度化着咱的他。哎，这个是鼓励的一个过程，一个法门。哦，咱嘛拢做干干者啦。哦，所以这就是吼，也较感受着这三思。是咱非常非常的这简单做的这个工作。那这个法师呢，也是讲宣道胜利心意，信心意。这个法师呢，也是讲咱度人，咱成全人，而且过程当中，由着咱本身体悟的这个真理，而来度化着咱的这个分群的这个兄弟姊妹。所以呢，这个老师讲过一句话，处处会当予人希望。就是有功德。今仔日法师不是徛伫个遮，还叫做咧法师。今仔日咱的亲朋好友，伊有欢乐，伊有痛苦，又悲哀，又悲悲喜，咱予伊希望，咱予伊智慧，迄拢叫做咧法师。哦，迄拢叫做咧法师啊。所以，毋是伫佛堂得说了偌济代志，才有功德。功德是随时随地予人希望，什么时阵，什么时。不限空间，不限时间，哦，不限场合，不限场合。那你朋友，那你厝内面的人，那你同事、顶顶，哦，拢总会当做。那你这个发誓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呢，这个分享呢，在咱地方的这个宣传，慢慢讲过。那讲了的时阵呢，其实就问其他的先生讲，朱碧姐吼，其他人都讲了安怎？那其他的先生讲，哦，你讲的吼，那叫做三秒睡。什么叫做三秒睡？就是一秒、两秒，第三秒就睡着了。哦，叫做三秒睡。伊老爷他讲了讲，啊，爷他讲啊，这样你要起唱哦，三秒睡哦。啊，不然爷他呢，下一秒钟就甲家己讲，不要紧。就算讲大家人拢困去，啊，佫有一个人在听，迄个人叫做爷他家己。哦，所以呢，发誓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是不断在度化家己，不断在提升家己。哦。啊、所以呢，其他呢，感受着法师呢，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法门，在座各位真正，假使讲咱若有一点点啊愿意想要做讲师，一定爱踊跃，因为呢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咱伫台上吼、哦，台上一百分钟，台下好几万分钟，哦，台下好几万分钟的这个准备。你那好几万分钟的这个度化自己，哦，这个是咱一点一滴在成就咱家己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以后只个咧准备资料的时阵，就家己讲吼，以前咧准备资料的时阵，侬会感觉有一点啊后悔，有啥物后悔？后悔讲，哎呦，迄准备资料太遮艰苦啦，哦，啊，搁早嘛知影吼，甲提就好啊，就袂有遮艰苦啊。那我们这个人也好的把你调整一下心态。调整说吼，那你这准备发誓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在度化自己啊，就是在度化自己啊，就是在提升自己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的，那要把握。也好的治疗线调整了呢，会感觉不同款，哦，真的不一样，哦，真的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发誓呢也是在度化自己，舒服自己的这个有智慧，度咱的这个气，度咱的这个气，停了这个精神力。那亲像呢，这个法师呢，吼，使我吼，他想着这个空住，
现在想到孔子呢，因为孔子的道理吼，咱拢知影孔子的道理是毋是足够？一本足够，因为呢，因为遐个囡仔吼，即摆咧背论语，那遐个呢，拢会甲遐个囡仔讲吼，啊，即本论语呢，那会讲伊若背袂了吼，那会才教落去啊。孔子吼，那伊早交迄个弟子，咱讲遮侪话啊，即摆背拢背袂了安尼啊。啊，我吼，遐个有感受着，其实论语咱好好听。哎，因每一个学生啊问的问题，差不多拢零一到遐个问题。啊，是安怎孔子讲的话，奈拢无同款啊？迄叫做因材施教，因为有无同款的这个阶层，所以呢，伊适合伊的法就无同款。所以呢，咱伫法师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那抓着中心点的时阵，咱随时随地都会当做法师。咱随时随地都会当解脱着人的这个迷惑，随时随地都会当增加人的智慧。这个过程当中是咧成就别人，同时间嘛是咧成就咱家己啊。所以法师是一个足好足好的一个榜样，一个过程。因为呢，伊会度化着咱的这个心，让咱使咱的智慧会当增加这个德。哦，这是其他一个感受。那再来呢，无畏心。无畏心叫做无为报施无私求，迄叫做自公的行为，不求回报。那无为呢？以前呢，就较听着讲出咧讲无畏心，就是哦，迄个服务众生啊，哦，比如讲人才啊、等等啊，使乎咱这个帮会，使乎咱的这个不管任何的这个因缘会来圆满，迄叫做无畏心。啊，阮呢有一段呢，就较听着这个讲出咧甲咱分享无畏心啥物，无畏心啥？无畏心叫做无所畏惧，唔惊，无所畏惧的付出。你无畏心怎话咧？无所畏惧，唔是够简单嘛？唔是来服务尔吗？你若叫一个唔捌操死过的人，徛伫这台下顶，你讲需要勇气，需要勇气。阿姑呢？这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格局而已。那把无畏心的这格局放很大，那看有过去一层，那来浅显，那来整理。哦，今年大六岁的时阵，一年大六岁的时阵，因为呢，伊来成就这大无畏这精神，安怎讲？因为呢，一年迄个时阵，政府进步没有多了解，所以呢，从那来整理呢，伊来亮起。伊牺牲伊家己的人来成就其他人即个生命，咱即摆听起来都想要听放假，都想要听故事。啊，毋过咱若用咱家己放在那一个前人的位置上，那些大无畏精神咱敢提出来？咱呢？咱是要用啥去杀头枪毙呢？迄种爱有大无畏精神，非常需要。啊，有无所畏惧的这个精神嘛，所以呢，遐项呢，深深的有种感受。有一间呢，遐项接下来放一个影片，迄、那个影片是耶稣圣人，哦，伊要去定耶十字架钉管前几十个小时的一个历程。那耶稣圣人的请求，当然会替着这老前人一模一样，以无所畏惧呢。他为的是被来度化着咱浑浑的这众生，伊背负着众生的罪孽，伊一点拢袂惊呢。定伫个是伫个顶端呢。接下来这个影片哦，有一点仔血腥啊，啊若看到有一点仔唔敢看的时阵，目睭会当撇开了。
这部电影呢叫做《耶稣受难记》，哦，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电影。那以后呢，十几年前看这个电影的时阵呢，是回头好甲袂，我都止泪水无法止住的对啦。那咱发现着一个圣灵身份，伊为着要担起着众民的这个罪孽，伊愿意定伫咧十字架顶端。咱同样有看到迄种画面。那你刚刚讲，一个人竟然会当做到安尼，哦，那种大无畏精神，真正真的太震撼了，吼、哦，太震撼了。所以呢，再让他等一个小时。所以呢，那有对一个圣灵身份呢，哦，是为着众生来畏畏缩缩的，没有，哦，有。每一个圣灵神父为着众生，就是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，无所畏惧，无所畏惧。所以呢，那一种不畏惧的这个格局放得更大。那不是，那不是讲咱爱去顶十字架顶管，它叫做无所畏惧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呢，咱为着众生的这来生死，你来打拼，那叫做无所畏惧的精神。那像咱的付钱人，咱的收入真不会像出国开荒的时阵，刚有需要经历过足侪一些磨难，啊，刚是爱去承受着足侪这压力，这都是一个无所，那是一个无畏的这精神的一个灯痕啊，哦，一个灯痕啊。所以呢，咱当服务众生，咱当闲暇之余，咱当做咱后天好天后天的这工作。各会当有时阵，才来佛堂当中来照顾着咱家己的这慧命，照顾着这兄弟姊妹，做了无畏谢谢工作，真正足轻松的啊，太轻松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出偌济，咱能够得到偌济，上天是喜和非常的这个公平啊。所以千万唔通看别人的想得，别人做安尼尔，我做安尼已经足好了。千万唔通看别人咧想到，别人要做，我才要做。别人做的交咱一点仔都拢无关系，别人唔做嘛交咱一点仔嘛拢总无关系。所以别人做的，敢会分互咱？咱做到要分互着哈，袂啦吼。啊，若袂的话呢，咱做的绝对是记在我们的账上。那收者一定是记在咱的小顶管，袂走去别人顶管。哦，所以呢，以上呢就是拢咧成就咱的这个智慧啊。咱咧透过了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就是拢咧来成就咱的智慧。这种福报是天人供养。咱拢常常听到，咱的天堂有偌尼啊水，有金银财宝，有马勒铺的这个道路，神父够在乎这物件？这都不是重点，而是这些福报呢，是自然而然来形成回馈到他们的身上，那只不过是一个花环锦簇的一个过程而已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些福报的这些物件呢，哦，对神父来讲，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不是已经来关心着家己的这个慧命？所以呢，天殿银行有存折，咱那边欠入去这个功德，未来烧咱的罪罪业，利息呢是过了千万倍。那咱这个方呢，会当避免咱后代的这子子孙孙未来增加这地位。福报虽然非常好，按古有会有尽头的夜时阵，会有看到尽头的时阵，福慧呢应该会上爱可贵的。功德银行呢，咱来当存了满满满，心生智慧哦，莲花会，咱看我头像来智慧啊，这个呢，咱值得我们期待的啊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哦，值得我们去把它立为一个目标啊。所以呢，人讲呢，一言一行做功德哦，拢是在做功德，像咱的这个面试，哦，咱的这个微笑，像咱的这个真的这样，我家己发一个微笑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面试，让人快乐，也给自己快乐。那你一个做好的这个鼓励的话，讲这个好话，这嘛是哦，哦，咱的一个言辞上海做好做好做好者的这个言辞啊，哦，咱讲出来讲好话啊，
即个身姿，咱个即个身躯会当呼吸出来，这好代志。以身自道，以身作则。咱个天不敢地不惊，咱要用咱个即个身躯来代天转化，替天行道。人看到咱讲，这是道即个标痕。所以呢，后下呢，那伫厝个时阵呢，咱有甲后下个先生吼互相闹球。互相闹气求进步，伊若讲一寡啥物较无好听的话，那就怕讲，收到人袂晓讲种话哦。那铁汉先生吼，听到铁汉讲啥物讲，你莫收到人袂讲安尼，讲哦，好，所以呢，互相闹气求进步，这呢也是讲在当以身试道，哦，以身试道，底下来各当推己及人。那三思并行呢，吼，三思并行的是讲。咱让人人会当行功立德，吼，咱的这功德会当欠伊，你这个功德的这银行啊。啊，毋过呢，你报谢这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心境，咱爱非常这注意，而且咱来学习的，叫做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呢，也是讲施舍的人，吼，无来接到；修行的人，吼，嘛无来接到。那报谢这物件呢，到最后伊嘛无。因为思想过程当中你来念着，这讲头真抽象。事实上我着摕物件去报喜，事实上迄个人无摕个物件，哇，安尼是到底是啥物意思？然后呢，你准备这资料的时阵呢，自己有一个心得，自己有一个心得，安尼讲吼，可能会较容易意会。就亲像呢，咱今仔水呾啉一个水。这个水果，因为咱的水呾，感觉伊咧甲咱保湿。咱讲，因为咱啉起水茶，感觉水咧甲咱保湿。水入到咱的身躯了后，是毋是会回归自然？所以呢，保湿的这个因缘呢，就是一个因缘聚合，疏来即引，疏去即不足的迄种意思。保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因缘聚合而已。迄天呢，有下呢去上课的时阵啊，咱上迄个做德行班的时阵，那即个定文师李丁管啊，就讲了一句话，讲迄句话呢，有下呢事后想一想，很有道理。伊讲你今仔开了即个班，做德行班，吼、哦、是要互大家来学习。恁有来听，无来听，交我一点点啊，都讲无关的。所言极是。今仔讲的人，只不过是从这道理讲出来。今仔听众，只不过是从这讲的这道理而来接收。等到这班会结束了的时阵，就得经有关系，就得经。这个的一个思跟受的一个过程。只不过是一个因缘的聚合而已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一个三轮体空，其他针对这三轮体空的一个体会，一个体会啊吼，啊希望安尼讲，咱会比较有一点感受。那所以呢，修慧也是讲三合并行的来修慧，也就是讲咱会当觉明觉知，吼觉明觉知。那觉明觉知呢，也是讲。那你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咱学了三项功夫：戒、定、慧。那戒呢，是要戒什么？戒就是要来防止着唔对的物件，止住着这恶的这个因缘啊。心地无非自性戒。定呢，也是讲平时迄个忧虑啊、定定啊、思虑啊，静下了咱的这因缘啊，心地无乱自性定。慧呢，也是破除咱的迷惑，正入咱这真理，心地无私，自性慧。这戒定慧的这个功夫呢，其实呢，哦，这有点文言呐、啊，文言文呐、啊，意思就是讲呢，修改，就是要来圆满着咱的这品行，来来圆满着咱这道德。那修定呢，就是要让咱内心当中，达到啊，交心灵生活同款的一种清净。那慧呢？当然就是要来培养着咱的这个智慧啊，吼，培养着咱的这个智慧。那讲着这个戒吼，大家听这个戒，拢感觉足紧张、足拘束、足无爱。今仔日咱坐伫这个过程当中，让我感觉足拘束。
因为呢，我无法度翘脚，我嘛无法度吼，你着交人迄个边仔人开讲，吼、哦，而且呢，我搁爱坐我正正，我感觉足朴素诶。啊，搁咱有发现，其实呢，咱囡仔诶目的，若是藏伫诶我要来接受真理诶过程当中，即、這个界对咱来讲，敢是重点？毋是。哦，就毋是，而且概念就亲像咱的法律同款，是咱来保护咱的。咱的这个法律，咱若无偷无抢，这个法律对咱来讲有啥物影响？咱会感觉，咱循规蹈矩，这个法律对我来讲一点仔枯燥都拢无，因为我原底就袂做这个代志，亲像这个概念款啊。吼、哦，但呢，咱拢会感觉讲，吼、哦，迄是一种足消极的一种戒律。吼、哦，有了解个无处，有迄种也袂当做，听也袂当听，迄也拢袂当讲。按讲呢，真个就是保护咱的一个范围，吼、哦，保护咱的一个范围。因为呢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咱若无超出这个范围，咱就是安全的。吼、哦，咱就是安全的啊。圣灵神父甲咱讲了这五戒。予咱有一个目标，杀得淫妄酒，戒戒戒过程当中，咱着讲，咱来戒这个杀啊，吼，戒了这个刀啊，戒了淫妄，啊，戒了这个酒，等等，拢会戒。造成予咱有一种教条的感觉。按古呢，我们不要这样子想，我们把它想成反其道而行。咱敢有戒，咱去用台。好介意，咱若袂介意去用台，咱人自然而然，咱就会当来介绍。咱都有介意去用头前物件，袂介意啦吼。啊，自然而然，咱就袂去偷着别人物件。啊，咱都有介意人来破坏着咱的家庭状况，袂介意啊，咱就袂去破坏人。哦，咱若袂介意着，咱若共讲讲许。袂介人来共欺骗，咱就袂去欺骗别人啊。啊，咱若拢知影讲啉酒会发生了足侪咱意想不到的即个状况，咱自然而然就袂去烦恼遮个问题啊。所以呢，当咱一个人想要来提升家己，想要来进行的时阵，有想要来品德，想要来提高的即个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会当透过了即个时间来培养咱的即个品德啊。那这个定呢，就是讲，咱内心呢会当处于一种平静、一种安宁、一种专注的一个状况。哦，也就是讲，咱会当知止，知止而后有定。那是咱会当知影，咱来停损点伫个啥物所在，知止处伫个啥物所在。哎，搁落去就袂使哦。知止处知影啥物时阵爱止的，知影啥物状况。会哪会打动啊？哦，迄就是因为咱有定的这个功夫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定的这个功夫，在咱的这个经典当中，有甲咱教过做侪定静安如定。其实呢，咱佛堂当中呢，来今仔来佛堂当中听这个道理，是不是就是咱练了这个定的这个功夫？像咱啊，看做囡仔吼，因迄个年轻气盛的时阵。要互伊坐伫个遮吼，真正足艰苦个。像乡下个囡仔吼，迄个拢安怎培养嘞？拢培养讲吼，迄个，比如讲工资讲点半钟，啊，我着要伊协议啊。啊，无恁听半点钟，啊，恁搁去出去耍一下，啊，搁转来半点钟，所以互伊有喘个喘息个空间着对啦。啊，我即定个功夫需要来练习，定了后呢，定咱才发现。就是像刚才小花讲的，咱要睏的进程就换度定啊，遮尔安静的时阵，咱的心思非常非常节制。所以呢，小花感觉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足好的一个法门，叫做三宝。这定呢，会当透过了这个三宝，使乎咱的珍珠人当来启用。像亲像呢，小花呢，刚才开车来的时阵，因为呢要讲话进程吼，都会需要静一下。啊，所以呢，到了这个目的地的时阵，坐伫个遮，用一个三宝互家己静落来，真的很有效果，很有效果。所以静的这个功夫呢，
那让我们真人启用，随时随地二六十钟，那拢不简单。我怎样传播？阿古咱到有常常在使用，有常些有用，好像无用啦吼。阿古咱会当时时来练习，哦，时时来练习，哦，使乎咱的不是要用的时阵，较提出来用，有当时啊，那个效果会没有那么好。哦，啊来，那这个肺呢，也是讲，咱透过智慧来关照着咱的这个六根，六根呢就是咱的眼耳鼻舌身意。那每一天，一目睭一拍开，就是叫咱眼耳鼻舌身意在对战，在打仗的地方，伊要甲咱拖起啊，咱要拖上来；伊要甲咱抽起啊，咱个扭上来。那就是叫咱这个六根在这里对战离欲之争。然后参请了解色心胸鼻血管六色，然后参请了解六根。那若看到介意的物件，会有贪念；看到无介意的物件，会起了吼排斥、未介意的戒心。顶顶，迄种是一种，迄种是一种烦恼。假使讲咱今仔脑界智慧的话，咱来当超越的话，咱看到这色透、这人世间的这无常时阵。那就不要去了解烦恼啊！哦，那就不要去了解烦恼。所以呢，这个咱讲的这个智慧，不是讲咱的脑袋瓜转得很快，哦，就怎样做的地形，而是呢，是真会当去到咱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。咱有发现，咱是无家己呢，哦，无智慧底下咧烦恼，也是讲呢，咱因为有智慧。而在提升着咱的这个，提升着咱的心性，超越着咱的这个心性，较快活。好啊，安尼讲好啊。咱来游泳的时阵是有一个游泳圈，把咱帮助较快活，还是家己想较快活。当然有游泳圈较快活啊，有那么一个服务啊，有一个物件来当咱帮助啊。地位的亲像安尼同款啊！你在人生的、人生的这苦海当中，你要载浮载沉的时阵，有了这救生圈，当然是较轻松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地位也是讲咱会当提高咱的高度，增加咱的广度，甚至呢，钻研咱的深度。哦，有了这概念，有了这功夫啊，像学校的厝内面就亲像幼稚园同款，因为学校有两个囝。妹妹也有两个囝，弟弟搁一个囝，厝内有五个囡仔，逐工就亲像幼稚园同款，安尼吵来吵去，吵啥？吵一个足无聊的玩具，甚至呢，有当时咧坐一张啥物物件，坐一张我看起来足破的纸，那爷爷就会讲，你看这么无聊啊！然后伊就讲，我就是要一张，安尼吵来吵去。阿姑，咱都有发现，其实心领神不宽，咱嘛是共款安尼。因为咱的高度不够，咱看囡仔，咱就是因为咱的高度够，所以咱看了都清楚。心领神不一定弯度足悬，看了呾，你啊坐来坐去，你啊抢来抢去，共款的这个意思。咱抢的，咱心嘛想要爱迄个物件，伫心领神不的这个感觉，只不过是一种破砖而已。咱拢无需要这物件。哦，那最后呢，就让我来做一个结论，叫做不会双修的是一个主力利他，而且过程用心去体会人生的精神美，那会当做勇敢去来冲着咱的这个信仰，菩萨的行为呢，吼、哦、拢是无为的，招聘咱这所有大江南北分享救苦，奉献一切无求回馈，菩萨的都是智慧的，发准去体行。哦，要来接引着这众生，会当超生了死，会当破悔相思，相修不再轮回。那以后呢，你给我们来播放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一首德歌，叫做《不畏风，不惧风雨》。其实，咱伫修办的这过程当中，有做在挫折，神父会当无咱指引，阿不成就爱靠咱自己，哦，爱靠咱自己。这首歌呢，吼、哦。咱家己会得，阿咱家己去修家己的生命，爱家己去圆满。这旋律很好听，阿很让我们很有法喜啊呢。
着你，鼓起勇气乐观积极，因为是你，考验都是种地理，关键是要和你再前去，彼此互相扶持与激励，有力量凝聚共识往前，别犹豫，总有同修在身旁，与你心熟悉，与争锋也无怨语，很辛苦也不放弃，别怕责任很艰巨，你要趁着远离往前，别退去，总有事在你身旁，心想起灵犀，别怕中途冲击，稳稳地拿定主意，继续。修得过程当中，会当以人为本，以家为师，以己为友，时时刻刻凭着良心、良知、良能来做代志，这就是德。看淡那毁誉，忍离破困局，容忍输不会放弃，因为顺利考验都是种地理，要坚持。要恨意在前去，彼此互相扶持与激励，凝量与方式往前，别退去，总有同修在身旁，与你心熟悉，你这功也无怨语，有辛苦也不放弃，别怕责任很艰巨，趁着远离往前，别退去，总有事在你身旁，心想起灵犀，别怕重重冲击，稳稳地拿定主意，亲爱的你也在意，别管一路风和雨，论驾驭就把抗跌当战旗，在冠军时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，只要你不去风雨，你的人生多么的努力。咱这首歌的听到这，其实呢，这首歌呢就是不去风雨。其实呢，然后回想起我这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很多很辛苦的地方，只要咱有这身在其中。哦，那也感受到咱的师尊老大人不断的在给我们鼓励。哦，以后呢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，我感觉哎，力量又再次涌现。哦，但两个哦，好像加注了我们很多的力量。哦，咱呢，刚刚的输的是咱的辛苦吧，辛苦比当中叫咱做伙行。哦啊，以后听到感觉说法喜，那旋律也很好听，啊，所以呢，叫咱来做些分享。啊，今天呢就是也好交咱各位参加报告的这个后会相修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若不对的这个所在，盼望着这个上顶甲也好慈悲下垂，咱盼求着咱的护持力，咱各位参加啊也好得到指导。那最后呢，祝参加会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无红灯，感谢慈悲。请到一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。